就别回去了。打吧，打得越激烈，他才死得越快。九阴魔旋阵威力甚大，我们破阵却这么顺利，当心有诈！不要！不要！都这时候了，您就告诉我吧。 你父亲曾经是浮世会最出色的弟子，你母亲是他的服侍，二人一同前往各处寻找祖符，日久生情，两情相悦。那后来怎么样了？浮世会当然是乐见其成了。再后来，亲侄失踪了。 亲侄投靠了异魔，和武王殿一起去了妖域。我临危受命，代掌浮世会。那后来有他的音讯吗？人间和妖域天海相隔，后来没有人再见到亲侄，也没有人知道其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。他真的投靠异魔了吗？你自己是怎么觉得的呢？ 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想当面问问他。时光流转，机缘巧合，你也成为了一名符师，眼不知这是在替亲侄父债你偿啊。这世界上太多的事儿，说不清楚，只有等着时间去证明，等到真相大白之时。 也就了然了。什么时候能够真相大白？5年、10年、20年？我只能告诉你，从七王殿出逃的那一刻开始，你跟青芝早晚会相遇。拿去，这是殷魁宗的原力。 匆匆的忘了脱人皮，我脱不脱这张人皮？魔皇殿下还认不出我吗？<笑>火气不小啊！是，我也很奇怪，明明事情进展得特别的顺利，我却总觉得心里特别的窝火。天王殿，接下来你该去救林青檀了。我不要，我为什么要救他呀？ 看着挺傻的，其实鬼主意多得很。他把我那师弟骗得神魂颠倒的，完全不受控制。他早就该……天王殿，这是命令。我不要，我自己去黑暗之殿还不行吗？你为何毁我容颜？你知不知道这张皮有多贵？我类族人。 只有忠诚二字，你是被这人皮蒙住了眼睛。你记住，无论什么人有了软肋，都是傀儡。青丹，你真的很傻，你看不出我一次次的在利用你吗？
你就每次都还傻傻的信我，一直以为我对你只是利用，可我不知道，为什么你现在不在了，我的心竟然觉得撕心裂肺的疼。 福氏会弟子已经进驻阴魁宗，阴魁宗弟子大多也已归降。那空间祖符可有下落吗？我们翻遍了阴魁宗的上上下下，还是没有他的下落。看来阴魔还在。这样，你们带几人先驻守城中，留心一魔行踪。如果有消息，立即来报。是。哎，剩下的弟子先回岩城，协助岩师镇守七乌楼。是。 走，林姑娘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好多事我都想不通，好多事我也想不通。你就说林动吧，现在大敌当前，他还躲在房间里不肯见人，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严氏又不在，我去劝劝他吧。 你许愿了吗？许的什么愿望？人家说许的愿不能告诉别人。我是别人吗？看我，我是你哥呀！我哥我也不能告诉呀。希望有一日。 我有能力可以保护爹和哥哥，不再是他们的累赘。严师托我，给你带了样东西。你也不用劝我，我什么都明白。严师说。 你统一了服饰两派，从此再无纷争，齐心协力，够格升任二印服饰了。你总不能一直这么躲着。 出去走走吧，我有事儿想跟你说。这阴魁宗倒是挺会选地界的，风景甚好。你有心看风景，挺好。你多出来走走，别老待在房间里。我想清谈，也不愿看你伤心太久。 好吧，那你就多陪我走走。好啊，下次回来，我陪你走。下次？什么意思？我觉得辕门很可疑。你怀幽木芊芊？我想去辕门走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探到些什么。我陪你去。 吞噬祖符刚刚解除封印，你还是好好将其炼化，以免再落入他人之手。我配不上。你跟以前的你。
真的不一样。仙女姐姐是在夸我，那就夸得更明白一点。怎么个不一样？其实你很配得上。这二级符印拿好，配你挺合适的。我觉得是时候该坐下来。什么时候动身？想抚你心头的魔，就此别过。现在就走？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要有一个住在一处。青竹，换来了什么？会长叫我。你能不能以后别总叫我会长会长的，哪怕你给我起个绰号也行。有话说。我就是想说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就是谢谢你啊，对我这么好。我是符使，你是祖父传人，我应该做的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又来了，行吧，你走吧。哎，早点回来。难道再多一次折磨？我并无意唱一首全世界。你说我和以前不一样了是吧？你说我现在能配得上了是吧？你还说下次陪我一起走走的是吧？是吧？闲云野鹤，顶多留着酒。你说话会算数的吧？人早就没影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一壶酒。什么一壶酒啊？懂不懂啊？林动最后选谁？什么选谁啊？你的仙女姐姐走了，还有我陪你呢。你陪我？你别吓唬我就不错了。喂，你这说话怎么那么没良心啊？我是怕你思念仙女姐姐郁郁寡欢，思念成疾什么的。喂，我是好心好意来劝你的，你却说什么说我吓唬你，你还有良心吗？那你陪着我吧。只许你们看风景，我就不行。这林青竹应欢欢，林动最后选谁当老婆？读读啊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但是有时候看着像仙女姐姐。仙女姐姐，你在哪儿？我就在哪儿。我命令你跟我回道宗。但是有时候又像那只母老虎。但是母老虎应该不会喜欢大哥吧？每次都凶巴巴的。真是个真金不换的童子虎啊，一点女人都不懂。说的就跟你懂一样。雕爷在这红尘俗世都晃了900年了。眼瞅着就快千年了。哎，什么是童子虎啊？啊，没什么，很难得，很难得啊。哎，你说这林动要是在我们妖域就好了，两个都能娶嘛，是吧？那你在妖域娶老婆了没有？春虎，以后别说我娶老婆的事儿。那咱们就赌一下，
你在妖域为什么不娶老婆？两壶。谁跟你赌？哎，赌不赌啊？啊？林师姐，请在大殿稍候，带我前去通报穆师姐。有劳了。这股寒气好生熟悉。做什么？师姐，你对仙坛做了什么？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他的身体里蕴含着巨大的潜能，若要发挥到极致，必须将全身的血脉重新打造一番。原来你早有预谋。重塑血脉甚是危险，我若早些告诉你，你定是不会答应的。师姐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借藤叉之手促成今日的结果。是你利用我让青檀涉险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万一青檀死了怎么办？那又如何？你应该想得清楚，对抗异魔，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的。青檀是无辜的。不说了，我累了，你把他带去密室吧，每日替他运行血脉一次。差不多半个月，你的青檀妹妹，她就该醒了。林青竹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私闯我辕门禁地。穆师姐，你听我解释。这不是太清宫的林师妹吗？哎，刚才没有受伤吧？没有，多谢二位师兄前来解围。谁替你解围了？说打架就打架，哪有一点女人的样子？你们就别在这瞎掺和了。他未经通传，私闯禁地，你们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吗？穆师姐误会了，我先前已请弟子通传，酒后师姐未到，
无意间发现这附近有阴寒之气弥漫，极其诡异，不似原本所有。我因为担心，才前来查看。所以你就可以随便出入我们辕门？什么诡异阴寒？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师妹，在哪儿？我疑惑中，气就消失了。林师妹，你很会编故事。算了算了，你看，那个林师妹也没损毁什么东西嘛，我看就不必追究了。多谢师兄谅解，这事儿怪我疏忽，不该随意乱闯。没事没事。大师兄，我头一次看你这么包庇一个外人。同为三大宗派弟子，咱们不能伤了和气是不是？哦，对了，三位掌教已经拜谒国主归来，召你去大殿汇报事务呢。行了，林青竹，还是请你速速离去吧。我们辕门门规森严，也不能只是个摆设。对，哎，那你请先离开吧。多谢二位师兄，还有牧师姐宽待，告辞。云道师兄，别看了，咱们也走吧。哦，走吧。出来吧。弟子琳琅天，见过三位掌教。掌教即将闭关，不便多言，以免耗损元力。启禀掌教，弟子近日暗中协助浮尸会，现已将被一魔利用的阴魁宗宗主藤煞击杀，眼下已经有两枚祖符现世。嗯，师弟琳琅天只身前往大荒古碑，已经取得了空间祖符，另一枚吞噬祖符为他的胞弟灵动所得，相信不久之后这枚祖符也会很快纳入我辕门之内。此番琳琅天劳苦功高，芊芊在此斗胆向掌教请功。嗯，多谢三位掌教。放肆，一个小族弟子，侥幸而已，这就想在辕门立得一席之地，太自大了吧？即便是拿回祖符，也该交由掌教保管。把祖符拿来。拿什么拿？既然空间祖符乃琅天所得，自然是留在他的身边修炼更为合适。你身为师兄，好意思拿吗？我说他怎么如此嚣张，原来是有师姐处处为他撑腰。行了行了，当着掌教的面证职，成何体统啊？三位掌教保护国主，任务繁重，不可松懈。我看既然林师弟已经拿到了祖符，便听牧师姐的说法，好好修炼吧。三位掌教，敬请定夺。嗯，林真，算了。小天，林真这个人呢，向来如此，他说的话你不必理会。多谢师姐为我请功。哼，怎么跟我还这么身份？对了，青檀现在怎么样？还没醒过来。
现下辕门的弟子对你很有成见，和青檀的秘密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，特别是林青竹。知道了，师姐。你放心，该说好话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不必了，我自己的能力我会自己证明。有野心也挺好的，有了野心，我们很快就是同类了。青丹，你什么时候才会醒来？你之前不是说要保护我的吗？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。我真的一个人太怕了。我从小无父无母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说话，一个人练武，还要每一天受林家的子弟欺负。那时候小叔看我可怜，把我带在身边。后来又有了林东这个兄弟，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有家人的感受。出人头地！你把我衣服弄脏了。那时候以为进入辕门可以帮自己夺取一席之地，最后我才发现，只要你是弱者，你就无法改变这个现实。说到底，还是要靠自己的拳头来保护自己，直到遇到你的时候，你日夜跟在我背后，像个跟屁虫一样，说要保护我，不论艰险。我很久没有这种家人的感觉了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比之前来得更强烈。对不起，我没能好好的保护你，是因为我还不够强大。放心，我林狼天一定会强大到不再让任何人欺负你我。这些书惹着你了，你把他们摆到这儿来干嘛？不懂了吧？这是万金商会密室里的所有情报，
上次情况紧急，只破解了关于九阴魔玄阵的部分秘密。现在反正你闲着没事儿，把他们都背下来。背什么背啊？我不干。你给我坐下，坐下，听着。你不想干也得干。这几日啊，我四处巡查，发现这阴葵宗的机关布置的甚是巧妙，是门大学问。就说那放符魁的地方，里面有数不清的符魁，若是就此废弃了，多可惜啊！现下藤叉也死了，是不是？这阴葵宗的秘密便无从知晓了。也只能从夏文金收集的这些书卷情报上找了。你现在统一了两派服饰，你得知道这些啊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也倒不无道理。理，学人家文绉绉的说话，小心别咬了舌头。快看看吧，哎呦，看嘛，求你了，捡回来。金人地图，什么地图？看，和上次在浮石塔中所得记载空间祖符的地图一样，金人地图怎么在这儿？怕是夏文清找到了另外的祖符。这老家伙藏得够深啊！或许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。哎，想不想跟我去金身地图里看看？应该是可以操控雷电之术的雷霆祖符。
丫头，丫头。这是被殷奎宗的阵法所伤，这丫头也真是的，一直强撑到了现在。好在道宗修行的底子甚为扎实，歇息一阵便可恢复。方才我还让他耗损元力帮我护持，我真是太粗心了。你这愚钝的劲儿啊，和你的严师不相上下。曾许你全心全意，曾许你慈爱不渝，天涯风雨温柔是因爱装满了记忆，这夜伤情张也好，好不容易的小听话，好好睡一觉。野丫头，生死不离，患难也相惜，浪迹天涯也相依，这一生情从来只为你，长夜不断想听说你去了辕门，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没必要事事逞强。从没见过你这么瘦过，肯定也吃了很多苦。这次下山，虽然经历了几番凶险，但总算担起服侍这个重任，女儿不觉得辛苦，倒是从心底有几分快乐。只是几次近在咫尺，还是未能抓到一抹。跟娘说说，你守护的祖父传人是个什么样子？他一两句话说不来。青竹，记着娘的话，做服侍，有辛苦必有快乐。说来也奇怪了，
那雷霆祖符呀，就在阴葵宗附近的魔音峰。呀，不能让青竹去魔音峰。我本无意伤害于你，要怪就怪你那该死的爹。雷霆祖符，曾许你全心全意，曾许你慈爱不渝，天涯风雨温柔是因爱装满了记忆，曾许你执手